这料子的量大是吧，十多公斤，这一边也非常完整，这一边是真正鸽子蛋级别的。兔发一骂周润发，像不像周润发？像吴彦祖，像吴彦祖。是的啊。Hello， 老闵，像不像老闵？巨他妈像，真的。出去有没有人叫你老闵？是老闵啊，是老闵。你别搁这装啊。曲靖人，我们云南曲靖人啊，在这边也是很多很多年了，真的超级像老闵。你们好料子呢？拿出来看看。好料子哪些嘛？老闵，搞点好货看看啊。看了三个还干？哎，中滴滴摸摸那么跟那个。等一下，好货，等一下。你不说刚开窗开了一个料子吗？很好的。啊，新鲜出炉啊。纯不纯？哦，妈嘞！哎呀，碗纯了啊，还是得碗回卡唱歌，你懂我意思？肉细呀，中到位呀、啊！这什么时候买的？买了好久了，好久了，一直没动，才开了一点，才把它扩了好多。哦，扩窗是吧？对。我以为你整一个是新开的，不是的。不是，以前开了一点，开了一点，开了一点没卖掉，再开嘛，然后才扩了，我感觉还能再开，是吧？种也到位，肉也细，春色也浓，最漂亮，很粉，很粉。好手想买多少钱？100多啊。100多多少？今天你们来才给你们看的呀。100多多少？100左右吧。不老都有，那些都是一种系列，它是个子大呀，这种的，多少东西啊？入市吗？不多。谁能出呀？可以出呀。能出的话的话，你别装了，老闵，差不多了嘛，入市了。真的出不了。可以出不了。你是少了100本不卖？对。品质在哪里？品质没石油啊，那它总归有个大概那个市场价格了嘛，你100以上嘛，离谱了。离谱这个是大概就是100以上，现在透明了是吧、啊、不说1000，那1-2万那都能买到、哦、买到20万100万，现在买不到了。不是有品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好的看看，好的瞅瞅。差不多60万。出不了，出不了，花的钱。这种有点稍微有品质的东西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是贵，一年一个价格。比如说这个料子，我们今年80万能够买得到，明年绝对买不到。现在都涨得很呐。考虑一下嘛，60。现在要100多啊。要100多。100左右。你这个，你先卖吧，那个算了，你考虑一下。哥，如果加还能加一点，但加不了太多了，老闵，真的。差，你给这个价差距还是大呢。差距大。对。那、啊、没得搞。你来，兄弟们。多的再好。没给他细细的看啊，料子呢会卡敞口啊，真正的小冰春的一个级别了，而且是我们讲的一个红春，是吧？粉春的一个料子。这料子的量大是吧，十多公斤，这一边也非常完整，这一边是真正鸽子蛋级别的，兄弟们，因为它种到位。完春料啊，其实出春料多的木纳会卡，但是会卡的话整体来说啊，它的种要更到位一点，肉要更细一点啊，所以说相对来说完春料，兄弟们建议选择会卡的料子来玩啊，因为木纳的话普遍春色很浓的，种都要弱一点，很难那种种色兼得啊。那这个料子的话，这边还有色花，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这有色花，是吧？也是绿色的啊。我们讲真正的春带彩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肉是细的，是吧？种也到位的。然后这边的色花也很辣很阳，而且背面没开的地方我也看到有春有色花的一个表现。会卡这种料子基本上不变种的，是吧？基本上变种是不变的，整一个是满的，整一个是有的，看到没有？往这边来也是一样。是吧？往这边走也是一样，是吧？变种的话变不了这种东西，是吧？那个新开出来的价格就是咬得死啊，兄弟们，这个不好谈呐。你现在咬得死，你过段时间卖不掉，你
我就不要了啊。石呢、嗯、这个考虑一下，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，三天时间考虑。我说了我加能加一点呢，真你不要想卖高价后面卖不掉你又过来哦。这个这个、啊、这种料子是可以拿去慢慢的放着的了。哎，级别嘛到呢是吧，你做这个生意的吧，你总归需要卖的吧、嗯、是不是，反正品质的东西嘛，你就慢慢的放着也可以的，你也知道的是不是，那你经得住放吗，你放吗是吧，那放可以随便放。兄弟们，这个料子还可以啊，那没谈成，就是出来谈料子不一定每块都能谈得成啊，其实有点明显他不怎么想卖，有没有，对，感觉他其实应该是一百以上能卖，但是他就咬死一百以上的感觉，对，就不着急卖知道吧，确实东西有点品质，这种东西人家不着急卖，所以说给不到特别，就赚的不多他就不想卖，他不也说了来了才给你看点好的吗，不然我愿意拿出来、嗯，不过我也跟他说了啊，给他三天的时间考虑一下，啊，你后面他想卖高价卖不掉再来找我，那我就，是吧？真的，确实东西是可以的，啊，但是后面再慢慢谈吧。啊，这种东西类似于这种料子啊，我们之前收过，啊，价格其实也不低啊，真的也不低，啊，东西蛮可以的，感兴趣的是吧？也可以跟小智说，这种料子呢，我公司也有，是吧？好吧，兄弟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冲着太阳还下雨啊？啊，云南18。哥，我是小智，哥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记得给我点个订阅，哥，就这种了，拜拜。